季候鸟的世界里，一辈子都在随季节搬迁，为了避开北方寒冬，飞越万里到南方取暖和觅食。每年的八月到隔年四月，在我国至少可以看到50种图册上列举的常见迁徙鸟。熟悉鸟性的马来西亚自然协会观鸟义工，逢迁徙季节会带团一同去水林间寻觅鸟虫。我国沿海的丛林和泥滩提供候鸟一个休息和补给食物的中转站，充电以后才能继续飞向终站。义工追逐着天空中成群掠过的候鸟进行普查工作，以候鸟数量的增减来评估生态环境的健康，同时观测鸟类的习性。有时也会发现罕见或濒临绝种的鸟类而雀跃。说水鸟普查呢，是在每年1月第二个星期至第三个星期进行。去年全马一共有169个志工参与了水鸟的普查，涵盖了全马6个州41个地点，总共收录了41000只水鸟。而这些数据呢，对于鸟类的保育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参考。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赏鸟天堂，位于瓜石市根庄的稻田是水鸟栖息地之一。离车翻搅田地时，引来群鸟列队。直到惊雷送走那群鹿，